全球瞩目，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宾州造势的时候遇上了枪击，有台下支持者拍到了屋顶上密情局人员击毙枪手的瞬间，带您来看最新画面。可以看到，在屋顶上待命的这个密情局的狙击手呢，马上开枪来反击。由于事发当下呢，反应呢，现场也说听到了五声的枪响，研判呢就是枪手开枪之后，有密情局人员又开枪来回击。民众目击到一切，当下还飙骂出了不雅字眼，而这起枪击也造成两名支持者一死一重伤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